下半场的部分就是爱情系列歌单，来燃起我们殷四甲的八卦男。现在成功在这里，没关系，就是刚刚在后台练声音，没关系，就是接下来的歌曲就是描述一些个人的爱情经历，可能是单恋的，或是失恋，或是好，那第一首歌呢，我可能没有照一个创作时序排，可能就是大概照一个怎么讲，倒叙法，就是说，如果假设我一个人，一个普通的人，那他在这些感情经历之后，然后怎么一直后呢？小声一点。好，那我这样讲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像不会，好一点。好，那比如你这样，OK， 好。1 2 3，嘿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这样子。好，那这首歌就叫做《最近的距离》，那就是在描述说，可能你有另一半，但是你心里又欣赏了另一个异性。首歌的故事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这样才能呈现最真实的自己，然后最真实的歌词给你们。对，然后好，回家好好报名吧。好，那这首歌最近的距离就是在写说那种，你可以把它投射在还没在一起，然后就是两人都是单身。那我的话的例子就是我非单身，我喜欢一个非单身的。就两个人，就可能他没有意识到我喜欢他，但是就是一个单恋的感觉。那知道说，我跟他最近的距离就是友好的关系，那我不能再超越这个界限，那就是太过了。好，最近的距离送给你，谢谢。你看不到也没关系，至少
我还能留着回忆，这爱情不是我决定就可以成立，只希望你能记得我的心意，如果他像是梦境再一次遇见你，那结局会不会是我牵着你走在一起，感受最近的距离却无法更靠近，现在我的不是你，只能永远是个秘密，最后我还是选择保持距离。谢谢。